秉持感谢主，就是我们两个虽然从以前就一直都在新竹，然后但没有都知道对方了，但是没有机会认识彼此。感谢主，让我们有很奇妙的相遇，二号大哥的介绍，可以有机会一起认识。在认识的过程中，才发现你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孩，这样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女孩像你讲话那么投机，彼此可以那么有共鸣，频率那么相同的。然后就觉得哇，你真是一个就是神所让我遇见特别的女孩。然后也很谢谢，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是会一起固定时间祷告，然后分享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每一次的分享都可以更认识你。今天的你真的非常美丽动人，你是神所赐给我最美好的礼物。接下来的日子也要请你多多指教，就是我会用尽我所能的爱你跟呵护你。剩下日子我们就借着祷告，然后把我们未来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上，可以一同走这一条天国的路。就是你们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家庭，然后可以让运慈在你们幸福的家庭长大，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有，就是有这份信仰，然后也是因为这份信仰，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在神的面前这样相遇。我们会，会学习像你们一样，就是会建立一个就是有神同在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我觉得我是在一个有很有爱跟很幸福的环境成长的，很幸运可以来到世上，然后成为你们的女儿。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保护，还有鼓励跟支持，很爱你。谢谢。今天是你家家的最大日子哈，那我们都很开心，也很期待。从你们交往到现在，其实都一路像看到你们的成长，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你们都懂得怎么样互相协调、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希望以后你们都能够在神的爱中能够保守，然后更加幸福。爸爸妈妈永远爱你。谢神的带领啊，我们一起来参加祝福我们圣安和运慈的这场婚礼。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耶稣这么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神在创造的开始，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而圣经特别强调说，这个是盟约的婚姻，这个盟约是一份承诺，是你的选择，是你的意志，更重要的是，是在神面前对彼此的一个承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成为彼此的一个承诺，也是向神的一个承诺。柯圣安弟兄、周韵慈姐妹，你们两位为真教会的青年树立美好的典范，主里联婚，主面前结婚，在神面前，你们要缔结婚姻的盟约，是经由你们两位在主里相识，借着你们两位的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智慧跟力量，可以解决婚姻中所有的困难。求主帮助带领你们两位，我们从荣耀也归给主，平安福气恩典归给你们两位。谢主，你们两位深情地注视着对方。奉主耶稣圣名按手祝福，愿你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随着这对新人，赐给他们健壮的身体，使他们的心灵能够坚强，赐给他们智慧，能够应对生活中或是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挑战。求主赐给他们更大的爱心，能够彼此包容接纳。求主帮助让他们彼此相爱，能够永浴爱河，携手同行，白头偕老。我们更要凭着你的慈爱向你来恳求，愿天上甘露所滴下的美福，地上肥土所出的美果，都丰丰富富地临到他们。凡世上物质的丰盛、属灵恩典的丰盛都临到他们，也因着他们的信心遵守神道的好行为，都配得主你赏赐他们丰富的恩典。去年的四月，我小弟接到一通电话，希望可以来帮忙关心，并且来介绍适合的弟兄。那感谢主，小弟当时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应该圣安应该非常适合。那初步联系之后呢，他们两个都愿意做进一步的介绍和认识。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圣安感受到韵慈是这个人生旅程当中一个很好的旅伴，可以来彼此沟通调整步伐，还有来调整行程。那韵慈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也看见他们彼此的思考模式非常接近，尤其他也感受到圣安的细腻和温柔的个性。更重要的是，他们透过每天的晚祷祈求神的带领，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迈向下一个阶段。所以他们借着祷告彼此来更认识，彼此来求神带领。感谢主，他们就在去年的十二月决定来迈向婚姻。
最大的谢谢亲家亲家母，谢谢你们疼爱圣安，同意将你们最宝贝的孕子交给圣安，希望他们结婚以后常住竹北，亲家亲家母多给他们多多教导和鼓励，常常去他家吃晚餐。其实这个婚姻我自己的感觉不止圣安赚到了，运子也赚到了，因为运子找到了一个比我长得高，比我长得帅，比我更细心，而且还有我所没有的浪漫。其实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赚到了，我觉得很好。因为有人在说在婚前是两个人是因为对方的优点被吸引然后走入婚姻，那在婚后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除了爱之外还要有很多的了解还有包容忍耐才能够维系这个婚姻求神能够带领你们从今天的读经里面还有我们传道长子给你们的一些勉励，让你们在今后面对的生活上的困难都能够同心同行有神的话在你们当中。因着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也因着您的配合，为我们所亲爱的圣安弟兄、运慈姐妹，他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成为与合法的夫妻。这是你求主祝他们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Inside the evergreens, the air is clear with our loved ones close. You can pick out every star without a telescope.
喜欢，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彼此相爱，跟每天互相感谢对方的日子。那希望这样子的日子可以在未来持续延续下去。